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真的周杰伦哦。为什么这样子？你拉着我说你有些犹豫，怎么这样子？雨还没停，你就真的要走？真的还蛮像的，哎，我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。杰伦的多重宇宙太狂了，周董现身自嘲，我是真的周杰伦哦。首先，让我们来欢迎今天最重要的主角周杰伦。耶、yeah! ！你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真的周杰伦哦。是真的吗？不是，这怎么那么那为什么那么好笑呢？奇怪，没有，因为现在。似乎有很多周，好像蛮多啦。真的，周杰伦本尊日前联合周游记好友们开直播和粉丝互动，没想到他本人也知道杰伦的多重宇宙。为什么这样子？你拉着我说你有些犹豫，怎么这样子？雨还没停，你就真想要走？好像蛮多，而且还真的还蛮像的。是啊，哎，我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。好，我们不要开这个玩笑，是不开这个玩笑，不开这个玩笑，哦、对对 对, 對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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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。好，有人说，新专辑现在计划中了吗？我的新歌的名字三个字，哎呀，因为我今天才来到这个场景，我今天才来到这个场景，哎、欸，有点那种温馨感了，看得到吗？谁来记什么？有，对，看到这个场景，其实、啊、怎么念的？老实说。跟我 MV 其实有点像，稍微亮亮的感觉，亮亮的感觉，亮亮的感觉。这个题材我应该以前没有特别写过这个主题，我以前没有写过特别这个主题，但是歌词里面会不会有相关 ？Maybe， 但是以前没有写过特别这个主题，专门为这个主题的，专门为这个主题的。这个的前奏有什么？是壁炉里面柴火的声音。好，三个字我来比，要不要比手画脚一下？好，第三个字，三个字猜。我觉得你演技很好，好，你说不定可以演。哇，是不是跟猴、猿那一集很像？哦，金刚，再猜，跟威塔猩猩。就这样了，好了，我们就让歌迷朋友自己猜好了。有可能名字出来是大猩猩吗？带我最新歌曲啊，大猩猩，好吧，大猩猩。周董爱变魔术，连讲新歌都这么故弄玄虚。不少粉丝猜海底星、幸运星、摩羯星、周星星等答案，就等22号发单曲时见真章啦。哎，好玩吗？讲很多了。周董这次罕见上直播，超兴奋，中途不小心屡屡讲太多。我们要给大家一点时间来猜了。对，因为这边写说请聊一分钟以上。夸虎里面的可以不要念出来，好不好？拜托，夸虎里面的不用念出来。哦，了解，比较真实。有时候就看他的弹幕的留言，哎、欸，然后哎、欸，比如说杰伦哥哦来了，对啊，然后有人写说怎么是阿 Ken 这样的吗？哎、欸，有吗？有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 ，Jacky Wu 宪哥来了。我是哪个？我们去哪里？我是小 S， 我是姜文雄，是我发现陈美凤，我是陶晶，我是郑慕辰，我是孙艺腾，我是你的 Weekend Boyfriend Kevin 廖博雅，我是艾薇，我是蓝安，我是 Weekend， 我是林正义，我是志新，我是陈君，我是沈周一彤。圣诞跨年又到了，你们想好圣诞跨年要去哪里过了吗？想要获得我的圣诞跨年交换礼物吗？冰红豹呢有准备的礼物要跟大家交换一下，用点心思，用点情感准备的，厉害啦！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或是上三立新闻网参加投票，请到三立新闻网来投票参加，上三立新闻网投票。就有机会获得我的交换礼物哦！加入我们的交换礼物，我的礼物非常好哦，很健康，很有 feel 的礼物哦！赶快下载，祝你得奖 ！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！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！OK，Happy、okay, Christmas and New Year！ Merry Christmas！